要脸的东西，他把我们家的脸都给丢尽了，背着我出去偷人。二宝，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？你想让全村的人都听见了？他没人听见，那他就别出去干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儿。谁要你来伺候？你干嘛不去偷人？你去呀！二宝，你别胡闹了！拿开！你干什么呀你？你瞪着我干什么呀？我又不是长生那个王八蛋！你想他了就去找他呀！啊！哎，二宝，哎呀，站着没有？你愣着干什么？你快帮着扶一下呀！来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！二宝。